是的。我是龙山的女儿，从我落地的那天起，我就不属于有情感的那类人。我虽然喜欢，也很欣赏韩卫东这样的人，但他毕竟是我的手下。是我想派遣使用的工具。我喜欢的人，恰恰是我最恨的。陈彪，我啊，将来一定要读江西大学。哦，那不行的。我就是因为头脑简单，才做保镖，替人派遣使用的。简单？今天是我24岁的生日，是吗？我是来向大海告别。今天的魏一峰将会像苦涩的海风一样消失，而明天出现的魏一峰将会像这狂笑的海浪。叶小姐呢？我先起，稍等，叶小姐马上就到。好，先请坐吧。是叫你韩先生呢，还是叫你韩警官？这是叶小姐的意思，还是你个人的行为？你以为这么容易就能骗我？从你一踏上香港，我们就已经知道你是大陆警察。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免得我们大开杀戒。其实，说不说的一个样。你的搭档，你所谓的女朋友，早已招供。我不明白。也许因为看点轻松的东西，你会学着让自己也轻松一点。
感觉不错了，老实告诉你，安妮早已投靠我们。我们是指谁？法已供出是卧底，所不同的是，他现在是我们的卧底，所以你就不要再充英雄了。说出来，我们可以用安妮的方式重用你。 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金彩杰伦呐，韩哥功夫果然不俗，让人大开眼界。退下。一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这行的规矩。你既然这么怀疑我，干嘛还要用我？我肯花三倍的高薪聘用你，自然会用三倍的精力考验你。这叫物有所值。这是见面礼。 这钱我会收下，但我要声明一点，我只保护你的安全，不会受命杀人。当然，我要是让你杀人的话，也不是出这个价。好吧，这事以后再说。 和你约会，你还通知了谁？就我一个。不会吧？怎么？你往窗外看一下。这说明什么呢？我想这是巧合吧，因为在我要出来的时候，他出来兜风。 哎，那安妮呢？她怎么选择？这我还没有跟她说。我想她不会跟我走。为什么？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更清楚。陈彪。只怕安妮留在魏一凤那儿，对她有所不利，因为有人要对魏一凤下手。这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你和安妮是一对，你冒死救她，她抛弃你做的如此无情。我跟安妮只是开脱，可以说我们俩的关系是有今天没明天。<笑>想明白就好，人嘛，总有解梦的方法。不想明白，没有别的办法。 既然你跟了我，就应该学会我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有些能够适应，有些就适应不了。
一峰侄儿，京西令尊的事，侄儿处境一定难看。三叔虽不在香港，香港情况还是知道个二三。现由我兄弟即日赴港，有要事和你商量。29日晚上10点红吧见面，11号台他送你一支红玫瑰。 到底怎么了？奇怪，好啊，有动静才有意思。所以说，百足之虫，食而不僵。都回来了吗？韩哥还没回来。 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还没有睡。什么时候开始的？没什么开始，只是一桩生意。怪不得你不愿跟随我，原来有风流预约啊。我说了，只是一桩生意。那好。
他付你多少钱？说，多少钱？不是钱的问题。你不说是生意吗？是啊，生意也不完全是钱的问题，还有信誉。那你对我的信誉呢？我跟你爸爸是每个月签约，在每个月结束的时候，我都有权利终止合同。那好，你走吧。我很想走，但是这话对你爸爸来说，风流预约，酸溜溜的。你在偷听？又不是什么秘密。偷听与工作无关的话题，是对人权的侵犯。你生气了？没有。教官一再告诫我们，世界上杀伤力最大的武器是感情，对特工来讲，最致命的武器也是感情。我不会对我的目标或者对象发生情感纠葛，我只是心里有点烦。什么时候走？明天。告诉他。你转告他。你好。哎，安妮，按情况分析，有人暗示魏一峰可能有危险，你要格外小心。你是为他，还是为我？当然是为你。你也千万要小心。希望这次行动结束，我们还能见面，弟弟。他来干什么？是我让他来的。为什么？我花钱雇他做保镖。你花钱？嗯，你不是也想用他吗？哼，这小子挺有型的。到底是我想用他，还是你想用他？吃醋了？哼哼，吃醋也轮不到你。但我听说这小子对易凤有点意思，如果要真这样的话，他死定了。叫他进来。Yeah.
你可得罪过我不少兄弟，我希望你以后当心些。我知道。另外，她只是我身边的一个女人。真有发生什么事情，她保不了你，明白吗？我明白。阿文，大哥，带她到你房里住。不行，她得住在我对面。 好，我给你这面子，阿文带他过去。谢谢。陈家运现在差不多回珠海了吧？侯爷也不来找我，你们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样？我怎么知道呢？ 你不是说侯爷要找我做生意吗？是啊，你想不想做？我把话跟你说清楚，是因为有生意我才宽容你。你还真以为我喜欢你啊？你去告诉你们那侯爷，有生意就做，没生意就拉倒。我陈彪可不是没事情做的人，龙山的家当还等着我收盘呢。 不信你们去看看，没我陈彪插手，龙山的家当就算摆在那儿，谁敢去动？豪华桑拿变成普通浴室，名望联营公司，不知道好吗？那是昨天，昨天和今天不一样，一个小时前和现在也不一样。别以为我陈彪吃素的。 三天之内，侯爷再不来找我，就说明陈家运在骗我。玉涛，你尽快到珠海把事情查清楚。是，彪哥。阿良，从现在开始，你给我盯死那臭婊子，盯死他就能找到侯爷，明白吗？那姓韩的怎么办？ 先让他们潇洒几天，我倒要看看他们葫芦里能卖出什么药。 得不到你的消息，要调查陈家运。哼，让他运动运动，叫姓韩的兴风作浪，大闹陈公馆。那侯爷的意思是，调虎离山。放肆！喂，你就行动吧。 千万别砸了！站长，站长，你们现在怎么样？哎哎哎！不要不要不要！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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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从这儿到赤石监狱需要一个小时，还来得及。哎呀，贵重，对不起，来晚了。准备好了吗？好了。走吧。哦，艾米。
你就守在办公室吧，没事的，我只是想单独见我爸爸。是。魏总，咱们换辆车吧。为什么？那辆车更安全。好吧。王律师，你，喂，我十点钟要见我爸爸的，你们有没有搞错？放心。是你出卖我的，闭嘴，少自讨苦吃，走。红山，准备一下，有人来看你了。好像不对劲啊，他不是要去监狱探监吗？怎么回事啊？下游去了这么长时间吗？一路上没什么异常，家长也是不是有什么情况？什么时候回去？的订单在哪里？我啊，将来一定要读。
你放，他就是杀死你妈妈和你哥哥的凶手，你死吧你！ 魏家是斩不尽，杀不绝的。这一仗一定会跟你算。告诉那个老大，要想接到大 case， 必须要跟我见面。你干嘛？还有你，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再出现在我眼前，免得我大开杀戒。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police already decided that Thunder Action is related with our national company Kangshou. After searches, we are sure that Doris has some secret relation with Hong Kong, especially that Kangshou Company has business relation with more than 14 hospitals. The bid benefit is doubtful. We have sent people to the Kangshou Company and the local hospitals, but so far there's been no progress. What are we suspecting them of? Quite a few murder cases took place on the Cambodian border, and they seem to be connected with the Hong Kong Pacific Association. The Chinese police has tracked down the Kangshou Company, according to their undercover agent. Since it happened in our country, why must we agree with the Chinese police request? I appreciate the Chinese police work for disclosing criminals. Excuse me, sir. That's to implement protection. The Chinese policeman will be in San Francisco tonight. To implement protection, we need to kn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Leiting action. Yes, sir.陈家运从香港直飞北京，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晚上，住在王府宾馆，既无电话也无访客，十分的蹊跷。我们经过了调查，最后发现，陈家运主要是经营沿海冰柜的租赁，与香港好几家水产保鲜公司都有业务来往。最后，上级指示：第一，不得惊动陈家运；第二，对陈家运全部业务侦查，可以和税务部门取得配合。 就说是税务侦查。侯爷，陈家运按照我们的安排，已绕道回到大陆，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安排我和魏一凤见面。是。 黑玫瑰怎么处置？龙三认出黑玫瑰，神是意外。黑玫瑰效忠侯爷多年，我看。妇人之见。现在大 case 在即，我们不能出现一点松动的环节。是。侯爷，现在还有个麻烦事，陈彪。哼，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根本没法跟陈雄比。我之所以留着他。 是为了打一张吸引警方的牌，我要导演一出窝里反的戏。任务我早就安排好了，马上就要开幕。铜锣湾停电的事查清楚了没有？侯爷，停电和抢险车确有其次。让我怀疑的是，停电刚刚发生，抢险车马上出现，而且直奔别墅。 把那个点撤了。是，侯爷，如果停电之事值得怀疑，那么大 case 将是一个大悬景。
我们岂不是废我逃火？混蛋！现在学生不得不发，这关系到我们联盟的前程。大家各自准备。是。阿龙，你马上到缅甸做好交接。是。侯爷吩咐搭船走。韩哥走了，想不想他？怎么，想放我假呀？哎，你这是去哪儿呢？没男朋友啊？就算是吧。要不要我做电灯泡啊？你说呢？你放心，生意和家产都比我重要，谁都不敢对我动手。这下可惨了，我要失业了。好了，去见你的韩哥吧，我走了。是尖沙咀，方向尖沙咀。传言见侯爷有什么事？我只跟侯爷说话。你们当中谁是侯爷？如果侯爷能容纳我一方小天地，那我将不胜感谢。
我陈彪从小到大还真只会写过分这两个字。叶小姐，我可有言在先，你叫我怎么相信你？要不跟我，要不我把你送还给八爷。他要是不认识你，我还没有跟你说第三个。为了增加魏一峰对你的信任，今晚执行特殊行动。